咁換句話講咧，而家咧分別咧，我哋再睇翻嘅成績就係 A 組晉級嘅就係八號嘅趙明啦 ，B 組晉級嘅咧就係五號嘅蔡子珊 ，C 組晉級咧就二號嘅 Jenny 邝章怡，而剛才咧 D 組咧就係七號嘅劉天涯嘅。不過咁樣紅牌趕出場。原來都仲可以翻身噶，係啊，有復活賽啊嘛！我哋不如即刻咧展開我哋嘅復活賽啦，好嘛？好啊，個復活賽係點樣進行嘅咧？咁啊，我哋當然頭先咧有四位啦，即係大家睇到就淘汰，咁但係再一次請佢哋上嚟咧，唱翻一啲中文歌好唔好啊，潘 Sir？ 你講係八十年代嘅中文歌係咪？啱曬你嘅年代啊！喂，都好喎、啊，咁啊配對方面咧，我記得咧喺 A 組咧就係四號嘅成楚峰就被紅牌趕出場嘅，係啊，換句話講咧，佢將會咧同C 組六號嘅潘容咧就合作一隻哇國語歌曲喎、啊，係啊呢首歌好好聽嘅，你最珍貴。好，我有請。在这个地点，记得带着玫瑰，打上领带，系上思念。动情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，太多的爱怕醉。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，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你知道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，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，梦才会真。要进入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，你最珍贵，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你知道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，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，梦才会真一点。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。潘 Sir， 唱唔唱到你嗰个年代嘅 feel 啊？我系二千后嘅噃。哦，系。啊，不过歌曲咧。咩年代都唔緊要，最緊要就好聽啫嘛。係啊，好似跟住落嚟呢一組咧，就係 B 組嘅張俊同埋 D 組嘅黃君朗啦。睇下佢哋用咩方式咧去演繹呢一首《當愛已成往事》啊！俾啲掌聲佢哋好冇？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。
我的消息。爱情它是个难题，让人无限失迷。忘了痛或许可以，忘了你却太不容易。你不曾真的离去，你始终在我心里。我对你仍有爱意，我对自己无能为力。因为我仍有梦，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，总是用一杯往事打动，总是为了你心痛。是否再相逢，不要问我是否言不由衷。为何你不懂，别说我不懂，只要有爱就有痛，有爱就有痛。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痛，没有你人生已经太匆匆。我害怕总是泪眼朦胧，就没有用，将往事留在风中。四位咧再次显示实力，睇下边两个可以进入最后嘅两个席位啦。系啦，究竟边两位可以翻丁成功进入到六强咧？广告后翻嚟自有分晓。